今天来介绍这个奇异博士啊，他可以翻转这个空间次元，可以看到那个哇，这个地板都飞到天空上面去了。我们先上面飞一下，看这树，整个时空扭转啊，载浮载沉的样子。这有点像是明天过后那个地板直接飞起来，我们现在直接用飞的下去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控制。哎，摔哦，好险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哦，他那个大招超强的啊，这把这个空间给扭曲了。他还可以丢这个空间里面的东西。我们来找一台车来丢好了，不是什么最高的大楼就这样掉下来，哇，太扯了吧，这个模组。Hello， 我江江。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江江，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这个奇异博士啊。这奇异博士呢，它有好多好多的新功能啊。我们来一一来介绍一下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有什么特殊的招式啊。OK， 启动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这一整个轮盘全部都是啊。第一个来选择这个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。时间倒转，这功能是时间倒转，对不对？那个人走过去，没有，马上倒转回去了，酷欸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有点类似像火球的技能哦。哦，不是啊，它是把人类似像黑洞哦，把人家吸进去哦。哎，指定位置欸，那么远也可以，小型黑洞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什么功能。这火球吧，对，找谁丢？啪！哦，那是怎么爆的？哇，那个栏杆，尸体不能打，尸体可以弹走啊，但是感觉没什么用。咻！欸，他打超远的啊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啊？这个是传送门吧？看一下传送门，咚！马上瞬移到这边，这是逃跑用的。回，哦哟 ，NPC 也可以耶。跟他来回重复的走路好了，咚！他居然没有发现，他原地踏步啊！咚！那我们再换个地方。等下他穿过去了，再换，从这边开始。咚！超酷的。哎，电话讲完没啊？哇，那个人瞬移过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功能。这个是冥想啊，冥想哦，灵魂出窍，对不对？会出现另外一个我，然后可以抓住对方的灵魂。会，哎，他就升天了，升天在骂我脏话，而且他声音会忽大忽小。不，别骂了，你已经升天了，来再试一下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你啊！不要跑，不要给我跑！那个无限的轮回，哇，要跑到什么时候？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了，别再跑了。那居然没有发现，我们，然后这个怎么回去啊？
哦，卡 bug 啊，糟糕，他是卡 bug， 他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去，再按一次这个一哦。但是他现在卡在那个破图的位置，我先把他拉上来。哦，已经穿墙了。哦 ，OK， 因为我们已经上来了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灵魂出窍的时候会长这样啊。他的原身还在上面这样子，然后他可以到处去抓别人的灵魂。嘿，想跑，想得美哦。嘿，到处去把人家升天了。啊！不要再骂了，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功能好了。这个是控制他的心灵的，变成我们的佣人啊。那我先回去这个身体里面好了。我们先找一个对象来控制他。啊，他有洗脑啊！现在是我的人了，来攻击别人。这要控制警察比较有效果，去找他，打他啦，快点！这姿势很丑，两个 PK 一下，跑走了。控制一下这个，好，我们先调这个五颗星哦。现在警察准备要通缉这个奇异博士了，我们来实际来看一下这个奇异博士会不会受到影响。这个是什么？直升机？可以控制直升机吗？看一下，拉近距离一点。不行，他飞走了，还对我射击啊！对直升机没有用。看直接对付警察好了，可以耶！受我的感化，快点自相残杀吧！射他不是射我，射他，对。就是你的好兄弟。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呢？除了这个感化的招式之外，还有这个圈圈，这好像是类似防护罩的东西吧？看一下防护罩，可以挡子弹，然后可以回血，挡子弹，它其实就是那个手电筒那个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做成像那个像回圈一样的，哦。还蛮好笑的，这什么鬼啊？然后在这个功能是可以把人家抛在空中啊，载具也可以把人家抓上来。来看一下直升机可不可以丢，直升机给抓过来，碎哦，所以他所有物件都可以抓起来。哎，车子抓起来了，哇塞，四分五裂。垃圾桶也可以抓，垃圾不会掉下来啊。还有什么可以用的？这个拿起来。哎呦，母汤啊！让我爬起来一下啊！直升机是我的了。丢！哇、哦，好凶哦！哇、哦、他居然没事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抓起来，抓起来再丢。这车子比较厉害啊，我觉得威力十足。哎，可以啊，在地上那个一根一根也可以拔起来。哇，打到直升机了，太准了吧！把人家抓起来丢。嗯，丢啊！看一下这个功能，它可以切换哦。这个是切换成啊，变成分身，还有加上这个时空扭曲哦。它的大招长这样子，这时空扭曲呢是可以
变换这个地形哦，把地形全部都把它分解出来，然后进行攻击，那个招式还蛮厉害的。重点是他那个姿势怎么用的、啊，好屌、哦！扭曲。来、啊，弄手机了。我们找个对象来丢下东西啊。我想切换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有什么可以切换啊？这是吹风的，哈哈哈哈！哇塞，车子直接烂掉了。吹，这有点像那个超人里面那个用吹的方式，但是他是用两只手吹，哇！可以顺便扫一下地吗？喂、欸，哇！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功能。这玩过了，这个什么？啊，这个有点像是精神的皮鞭吧，有火焰的鞭子，把人家拉过来。喂、欸，嘿、欸，嘿感觉没有杀伤力啊，拉一下而已，而且没有挂掉。来，再一次，哇！嘿，呀，翻跟斗，直升机可不可以啊？不行哦，好可惜哦。好，这个也玩过了，然后这个是扭曲嘛，然后再加这个好了，变一些我的分身出来。那这些分身呢，可以帮我攻击这些敌人，也可以帮我防护啊。每一个人每个角色的功能都不一样哦，有些是用皮鞭啊，有些是那个火球。这个分身哦，被 K 到哦，这个分身只有20秒的时间可以用啊，超过它就会消失，要重新召唤他们。奇异博士到处的破坏啊。哦，另外一只在丢火球了。好，我们来丢一下这个大楼，直接把它丢下来，超大，直接贯穿了，有没有？模组太扯了，扯到爆。OK 啊，那我们这个影片先就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吧？下次再见，拜拜。You hear them calling, shouting your name.